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了看下面的疏文啊，希求菩提，即下。下是下文啊，就是在这个底下的寄送里面利益世间，利要众生啊，这就是做有情义利，这是形象啊，在底下两首偈里面啊，这是形象。菩提三宝有情，皆有所缘呐、能摄一切菩提分法，为其功德。不求无欲等，凡贤菩萨所求最甚。那么，这是把这个瑜伽师地论上讲的五种相呢，简单介绍出来。菩提是梵语，什么叫菩提？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。菩提翻作觉，在佛门术语里面，就是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希求菩提，就是说这个菩提。那么翻成中国意思呢，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所以中国人习惯简单，有时候啊就直接称他做无上菩提啊。无上是中文的翻译的意思，菩提呢用的是原来的音译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那么我们求发心是要发的大，学习是有次第的啊。这个次第是先学正觉，由正觉再提升到正等正觉，由正等正觉再提升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这话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啊。正觉佛法承认六道里面众生呢，有不少聪明智慧，不能说他不觉啊，聪明智慧就是觉，但是不成为真啊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还带着烦恼习气，所以觉不能算真了，不是菩提的意思。菩提意思是
是聪明智慧里面没有烦恼之主啊，没有烦恼习气，哦，这个就难了啊。所以初信位的菩萨就没有见惑啊，这个见解上的烦恼习气他没有了，他的聪明智慧才叫真的。这个邪正呢，一定要辨别清楚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的身见啊，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啊，就所有一切不正当、不正的这个见解，它通通都没有了啊。前面我们讲到，慈悲方便要有智慧，不能有烦恼啊。人在生生世世都在学习，都在修行啊，把一个错误念头修正过来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啊，我举一个例子，讲慈悲方便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见惑里面两种成见啊，见取见跟戒取见，跟这个有关系啊。啊，这两个是因果上的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遇到啊，遇到不会处理啊。啊，自己认为处理得很恰当啊，其实错误的。遇到高人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。早年那个时候好像我还在四十几岁，不到五十岁啊，在台北跟道安老法师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啊，他老人家非常难得了啊。那个时候老和尚68岁，他70岁往生的，往生前两年他住在啊自己的道场嵩山寺啊，一栋4层楼房，他住在顶楼，一个人住，没有使者啊。这个老法师很慈悲，
他老人家对利呀看得很淡，名呢比较上执着一点，所以很多人啊做生意啊就邀请他就当董事长啊，把他挂个名啊。那当董事长呢，当然这个公司里面遇到经济困难呢，就找老和尚帮助，老和尚也很慷慨啊，常常有人骗他了。所以名利都要放下啊，反正生生世世都在学习嘛啊，这也是他学习，利益放下了，名还没完全放下啊。我有一天去看他啊，那时候韩馆长要在，我们一起去看老和尚啊。进门之后他就问我，净空法师，你们进来的时候刚才有个人出去啊，某人出去，你看到了没有啊？我说看到了，在门口，我进来他出去，我们打了个招呼啊，一位姓蒋的居士，我也很熟悉。老和尚说他今天又来骗我了。哦，我说我曾经听说过这个事情，你给他没有？给他。我从老和尚这里学到了，老和尚教化人，这慈悲也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，一定要把坏人，把他变成好人，恶人变成善人，这个教育才成功了啊。这个人常常来骗老和尚，存心不善呢、啊、他以为老和尚愚痴，什么也不懂啊，很好骗的、啊、骗了很多次 啊哪里晓得老和尚通通知道啊，你来要都给你啊，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良心发现，原来老和尚有智慧，不是愚痴啊。每一次去欺骗他的时候，老和尚都知道，都很清楚，都很明白啊，而且都能满你的愿，让你次数多了之后啊，你会受感动啊，你会生惭愧心的、啊。你知道老和尚了不起 啊你能生惭愧心，能回头是岸，老和尚用意这是他不揭穿你，不责备你啊。你看现在我们一般看人，跟一个人合伙做一段好事情，以后看到什么呢，这个人喜欢占小便宜啊，我们讲手脚不干净啊，于是就哦，这不是好人啊，你放弃他，再去找一个比这个更难伺候，就永远找不到好人。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，他从小受的是什么教育，今天社会他受的是什么影响，你要知道啊。所以许许多多的故事啊，你要能够原谅他，你要好好去教他啊，尤其是他有身份有地位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你还得要顾及到他的尊严。
他的面子啊，所以要用什么潜移默化了，长时间的熏习感化，他才回得了头来。他这一回头，一生感激你。回头之后啊，才知道啊，哎，摩格老师是真正是好人啊。那么他一回头，不但你教了他，他也会影响不少人。你就教了一群人呐、啊，你没有智慧，你没有耐心，你没有方法，你怎么能做？啊，佛法是教育，啊，教育是爱人呐、啊，教育就是要把不善的人教成善人，把没有德行的人教成有德行。迷惑颠倒的人教成有智慧啊。佛法讲啊，佛陀教众生的目标有三个，首先叫你转恶为善，再进一步叫你转迷为悟，到最后啊，提升你转凡成圣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这叫佛法啊！不是说看到这个人坏就把他开除啊，就不要他了啊，这个不是教育啊。教育绝对不会开除人啊，要用方法用智慧让他转变，要肯定人心本善，要肯定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怎么样才能任教育成就呢？成功呢？首先要把自己教好，我对这段事情观察几十年了，有很深的体会呀。释迦牟尼佛以及这些菩萨们、祖师大德们，为什么他们的教学那样的能感化人啊，都能使人够，都使人断恶向善？没有别的，自己做到了才能感化一切众生，自己没有做到，依照经典劝别人去做没用处，人家不相信啊。假如佛法真好，你为什么不做啊？你没有做叫别人做，这个里头有问题啊，他信心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你要教一个人，你要感化一个人，自己先要把它做好啊。我们对这个有很深的体会，所以这些年来从事于世界和平工作啊，联合国的会议这么多
参与的人不少，啊，可以说都是高等知识分子。啊，为什么没有成效？啊，这个世间的动乱频率不断在上升，啊，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自己从事于和平工作这么多人，本身呢没有给大众啊树立成一个榜样，原因在此地啊。于是这么多年来，不少人真的退心了，感觉的和平安定化解冲突是一个理想，做不到啊，没有办法落实啊。我们这在想到古圣先贤，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啊？所以我们在庐江汤池小镇啊做这一次的实验，我们招收30名老师啊，可以说我们的志趣相同啊。那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老师们把儒家的《弟子规》、道家的《感应篇》、佛家的《十善业道》100%的落实，尤其是《弟子规》啊，一定自己通通都做到了，才能感化别人。啊，这些老师不错，非常难得，他们居然能在短短2个月就把《弟子规》落实了，工作、生活、待人接物，完全依照《弟子规》的教诲去做。感动了这一个地区啊，这个小镇呐，啊，48000居民啊，他们落实之后，用了2-3个月的时间，就把整个小镇的风气改善了，大幅度的改善。我们欢喜，这些老师们也欢喜啊，地方的领导居民没有一个不欢喜啊，使我们肯定了人心本善啊。可惜没有人去教我 啊，教的人一定自己做到啊，自己不做到没办法带人啊。中国教育是从家庭开始啊，家长要做不到，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儿女教好，这一定道理。所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，啊，儿女天天看父母的表现，身教啊，不是言教啊。啊，学生天天看老师的表现，也是身教啊。公司行号的员工，
大家看老板的表现。啊，那么一个国家的人民看领导人的表现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想把别人带好，首先要把自己做好，希求菩提。啊，所以菩提三宝，啊，三宝是佛法僧，有情是一切众生啊。啊，那么这些是所缘，借由所缘，能摄一切菩提分法，这是功德。啊，这个一切菩提分法，是讲的作用。后面讲的无方大用啊，啊，方是方所，无方这个用处就太大了。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啊，如果我们具体来讲，弟子规上360句，句句都是菩提分法，能把它做到了，句句都是功德。啊，那么从这里说，我们能够看到的，瑜伽师的论里面所讲的五种相：自信、形象、所缘、功德，通通在这首记里面我们都看到了。啊，不求无欲。凡行菩萨所求最甚，菩萨所求的是什么？自己要求无上的智慧，能不能求得到？能求得到。啊，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无上正等正觉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去做的，不是外面来的。正是世尊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你去想想啊，如来的智慧德相，我们在华严看到了，在净土经典里面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是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相啊。佛说，我们所有一切众生，通通都有啊。啊，这些一切众生里面包括畜生，畜生里面包括云飞软动啊，蚊虫、蚂蚁、微生物都包括在其中，包括恶鬼、地狱啊，个个都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没有一丝毫欠缺啊。佛不比我们多一点，我们也不比他少一点，平等平等啊。可是现在我们落成落
落在这个地步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还有比我们更差的啊，畜生不如我们，卧轨地狱是更不如我们，什么原因呢？佛说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。那我们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，就是因为起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。由于这些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多寡、轻重不同，所以才形成了十法界。今天我们遇到佛法，了解事实真相，现在要学习的是什么呢？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去掉，恢复自信本来具足的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相好，通通可以证得了。所以诸佛菩萨教学不居功啊。经论里面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了，你将来圆满菩提，并无所得。你成佛了，你还有什么东西得到的？什么也没有。你所得到的全是你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啊，自性里头没有的那一样也得不到。啊，自信的智慧德相啊，那真叫无量无边啊。啊，这个讯息实在讲太难得了。啊，我们这一生有幸呢遇到了。啊，那现在我们如何学习？首先学习从弟子规学，从十善业学，从感应篇学啊，从这起步这些经教里面教我们要做的，我们要很认真去做。为什么呢？那是信德啊，告诉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不能做。为什么？那是违背性的啊。所以这些教诲不是佛菩萨、不是圣人呢，他们自己制定的，不是的啊。这些道理、这些四相是自性里头本来如是啊。啊，佛法里面讲法而如是，就是自自然然是这样的。啊，我们只要随顺自然就对了，就正确了。违背自然的时候，灾难就来了。这个灾难是什么呢？三途六道是灾难啊。总说啊，所以修行修的是这个，学习学的是这个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那么在这首偈子里面给我们讲啊，哎，第二句，非是无因无有缘呐，啊，有因有缘。那么什么叫因，什么叫缘呢？下面说，因因缘者为亲能发起，求大菩提缘因，
亲能发起的，这是因。假之诸法为缘，哎，这是假借帮助你发这个心呢，那这是缘，所以它有因，它有缘。下面给我们具体说出来了，因即自信助心啊，内熏之力啊，缘呢即习所成心。这个说得好啊，你看看发这种心的人能够舍己为人不容易啊，我们在一生当中遇见的人物不少啊，几个人发这个心，平常我们所接触的都是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呢，第一个念头对我有没有好处，对我家也没好处，没有想到别人呢。这个人居然呢，跟一般人想法不一样，起心动念呢，想到别人的好处，没有想到自己。这是什么因？自心内住，内熏之力了啊！那这就是不是这一生的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，必定已经在发心学习了。那么这桩事情不是短时间能够学得会的，也就是说用我们这一生一世不能完成这个课程啊，必须要换好多个身体才能完成啊。这个如果诸位不懂，我们举个比喻来说，譬如我们念书，我们现在念一年级，念一年级需要一年的时间呢，两个学期，我们的灵性是永恒的，没有生灭的，我们把身体比作灵性，而我们把我们的衣服呢比作我们的身体，那一年当中你能不能就穿着这一件衣服呢啊，来完成你这个学业了，不太可能，衣服会脏啊，尤其是小孩啊，衣服啊大概天天都要换洗啊，换一次衣服就好像换一个身体，那么你要完成一年级的课程，大概衣服的时候至少要换，我看要换两三百次啊，一年360天嘛，有时候两天换一次，一般是都是一天换一次，你要换200多次身体啊，你才能完成这一个课程啊，这个课程及格了，那么提升到二年级，二年级也是如此，也要200-300个身体才能完成这个课，叫内熏之力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
同居一堂，一起来学习华严经啊，不管你是在我们的协会，或者是你在网络啊，这个卫星电视画面的前面啊，我们有缘能够在一起共同学习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有因有缘的，不是无因无有缘啊。这两个小时在一起学习，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，不知道换了多少身体了。灵性不变啊，还是我们这个人灵性不变，身体换了太多太多次啊，你才能发得起这个心。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熏习，你发不了这个心。这是因，也就是说生生世世的学习，阿赖耶识里面有种子，这个种子啊还有一点力量，所以遇到缘它起作用，它又发了那么这是讲因。那缘呢，这个因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本性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本性。缘呢是习性，生生世世的学习啊，学习呀、啊、恢复本性，学习与本性相应，啊，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，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着习性的种子，啊，阿赖耶的自身。就是本性啊，所以由于种习互熏呢，它起了作用。这个完全讲的是我们内在的啊，过去今生不断的在熏习。那么再看下面所说的，说又上二皆因，那就是本性习性呢都是因，就在我们这一生来讲它是属于因，本性习性都是因。善有即境界，这个境是境界，那么这是属于外缘，这个外缘的熏习这是为缘。譬如我们在没有遇到善知识之前，虽然过去生中啊有因有缘啊，啊这个本性习性呢有缘啊，可是这一生生下来之后啊迷了，没有人教我们呢，迷了，迷得很严重啊！啊，我在年轻时候也接触宗教，但是啊，始终觉得这是迷信，尤其是佛教，
迷信当中最迷信的啊，简直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啊，所以碰都不碰他，跟他离得远远的。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。22岁到台湾，啊，到台湾之后，那个时候一心想学哲学，啊，找到一个好老师，方东美先生，啊，那是当代的大哲学家了。啊，怎么找到呢？听说他是桐城人，那桐城跟我同乡啊，写信给他。啊，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。哎，这个就是试试看法。啊，没想到一个星期，我收到他的回信，他就约我到他家里面去见面。哦，这个非常难得。见面之后，他也很欢喜。啊，我很想学哲学，对哲学很有兴趣，但是没学过，没有接触过。啊，所以没想到啊，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我本来是想到学校去旁听。啊，他不让我去旁听，他说你每一个星期。星期天啊，到他家里去，他给我2个小时上一堂课啊，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啊，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头，就是一对一教出来的啊。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感到很纳闷呐、啊，我向老师说：“这佛教是迷信呐、啊，怎么是哲学呢？这就是智慧啊！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善有啊，这是缘呐、啊，要没有它，我们怎么知道佛教？”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佛教啊？怎么可能去学佛教？都不可能，善有为缘啊，这样才对佛教重新认知啊，知道过去那个观念全错了，产生重大的误会啊，现在好好学习。老师特别嘱咐我啊，为大概是怕我退转啊，告诉我你真正要想学佛，佛教在经典里，这就是指出一个重心啊，佛法僧三宝啊，法宝是重心啊，其他两个可以暂时放下，专门在经典上做功夫啊，这样一来呢就不容易退转了。如果你要看到佛像，那个佛像跟他祈祷不灵，信心失掉了，看到出家人，出家人很多不如法，那你也退心。始终啊，不离开经典呢，你就不会退心。这境界为缘呐、啊，这个缘太殊胜了啊！当然，佛经也不是那么好懂的，
你看这个缘就非常好。啊，我在真正接触佛教经典不到一个月，就有个朋友给我认识介绍啊，认识了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非常慈悲，啊，也跟方老师一样，每一个星期天给我两个小时。啊，所以我就舍弃了方老师，就专心跟张家大师学佛了。啊，因为他是专家了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啊，我这个佛学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。这个老人家难得，太难得了。啊，我一入门，叫我读什么？不是念经，不是念咒，啊，叫我学习释迦方志、释迦谱，啊，这两部书，这两部书在当时没有单行本，大藏经里面有，啊，所以我要去找寺庙里头有藏经去抄，啊，抽出空闲的时间就去抄经。因为藏经它不能接触了，啊，好在这两本呢篇幅还不太大，啊，释迦方志四卷，释迦谱十卷，啊，总共十四卷。这两什么东西？释迦牟尼佛的传记。你要学佛了，你先要认识佛是什么样的人。值不值得我们尊敬啊？值不值得我们跟他学习啊？啊，这个太难得了。啊，这个没有一点迷信呢。我们读了《释迦牟尼佛传记》之后，这两种书都是唐朝人的著作，啊，都是从经典里面揭露下来。世尊呢一生的事迹，啊，这个缘分呢，这稀有难逢，啊，这个叫做善有捷径，这个捷径外缘外熏未缘，啊，我学佛是这么一个因缘。啊，引导你入佛门，引导你认识佛教，所以这一认识之后才发现说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教育，啊，要用现在的这个名词来称呼释迦牟尼佛，那释迦牟尼佛应该要称作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。啊，像中国孔子一样，孔子也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。啊，那更难得的呢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扮演什么角色呢？什么身份呢？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他一生呢，义务教学，不收学费呀。不接受学生供养啊，啊，是中国孔子还收一点学费呀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不收学费，啊，老师跟学生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出去徒步，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比孔子更不容易，啊，而且教了49年了，啊，从30岁他实现开悟，啊，什么叫开悟呢？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彻底放下了，啊，所以自信啊，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，
德能相好啊，也通通显示出来了啊。教什么？就教人这些啊，教了49年了啊。这是经典上记载，所以讲经300余会呀，说法49年。我们读了之后，认清楚之后，自自然然呢，五体投地，没话说了啊。首先认识我们从前误会，把它认为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不知道它是大学问啊，确实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。这样的老师到哪去找啊？所以从这个地方发现，就不会退转了。我们的方向目标正确的啊，接受佛的教诲啊，走佛走的道路。那么这个因缘可以提供诸位做参考啊。下面还有细说啊，细说有4种因、4种缘、4种力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